众姐妹们收到粉丝举报，这里有一家特别顶的鲍鱼店，据说一个鲍鱼比我脸还大，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，走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求有一定。有，姓陈。哇塞，里面好好看啊！哎，小姐姐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新西兰的绿豆花椒。这一个得多少钱？这直接就是一套房了。小100万吧，我的天！好家伙，这是在南摩培训吗？看看今天来挑哪个。哇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吃饱了都可以在里面跑上一圈了。你好，女士，您看一下菜单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这菜单也太大一本了吧？这样吧，菜单我就不看了。你们这是不是有那个特色鲍鱼？有多大？有我的脸那么大吗？毕竟比我脸大的鲍鱼还是很不常见的。比我的脸还大，你们的脸也太小了。小姐姐，你的小嘴真的是没了命。那这样吧，你就帮我安排一个那个鲍鱼，然后剩下的你就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几道菜。你好，女士，这边是预定的鲍鱼。哇，这么大，这个鲍鱼真的好大呀！这个是什么鲍啊？这个是新西兰的蓝鲍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塔斯马尼亚翡翠鲍。翡翠鲍，这一摔给我吓得手心出汗了。你有听到那咸碎的声音吗？哇塞，这真的是爸爸和儿子啊，这个也太大了。煮出来肯定更好吃，短短的。那小姐姐，你这边就开煮吧。好，谢谢啊。一整个期待住了呀。现在等菜的时候就来喝个小果汁。俄罗斯特大扇贝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哇塞，这个真的也太大了吧！这肉我可以一口十个。真的比我脸还大。这扇贝也太烫了吧！好香啊！再来点汤汁。绝了。蒜蓉也特强，嗯，这壳真的也太大太好看了，我要给它带回家。老板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装不下去了。这比我包还大。你好，先点个捞饭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哇，哎，饭呢，小姐姐？流沙包没有包，捞饭没有饭，对吧？你好，这边是你点的饭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这么小一碗吗？应该吃的挺少吧。完了，今晚回家又得加餐了。我的天啊，这饭真的太迷你了，我感觉我都可以一口秒。不，半口就可以了。但这个聊声，嗯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哇，嗯，今天圆满了。哇，爽！你好，这边是你点的六种鲍鱼。哇，你好，这个六种鲍鱼里面配了六种碟子。哇，这个也太豪放了吧，品种最全的鲍鱼都在这儿了。先来尝一下这个南非孔雀鲍。哇，这个口感真的好软嫩啊。下一个来吃这个新西兰蓝鲍。这口感怎么说呢，就是那个就是嘴里有嚼劲。这个吃了真是嚼的腮帮子痛，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甜。来一个黑金鲍，好好看啊，这贝壳，这个吃起来特别的脆，好像杏鲍菇啊。玛利亚翡翠鲍，这个好好吃啊，嗯，给它全部扒拉下来串着吃。嗯，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后面好肥呀，但这个应该不能吃，一看着就不太像能吃的。给它蘸上满满的酱，开吃。吃鲍鱼吃出了烤串的感觉，一口一口的都是钱。哇，棒！哇塞，属实炫不动啊！小姐，这个帮我打包一下，小心点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可以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今天真的是很难走出这门口了。好，小姐姐，这就是比我脸还大的鲍鱼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鲍鱼呢？看来小姐姐对我的视频很了解吗？哇，这个鲍鱼真的好大呀！先来吃口辣椒，好香啊！巨大号的鲍鱼，好 Q 啊！太香太爽了。这鲍鱼肉真的好紧实。今日风干犯人上线。哇，真的太爽了。哇，今日们也是吃了打饱嗝的一天啊，太辣太爽了。哇，小姐姐，这个帮我打包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辣椒和壳都要。